这个城市，我昨晚安装的时候发现有病毒，我消除了病毒之后呢，就会采取 LA。OK。喂 ，Patrick， 星期天出来谈事，家庭日，一个星期只有一天陪老婆。好，再约。老婆，又练了首新歌，唱给宝宝听啊。你看，宝宝听得笑了。那宝宝，快点叫妈妈。妈妈，早啊，高官。早啊，秋叔，做完陈院了？哎，早做完了，茶都喝完了。难怪这么精神。大人，很棒啊！你还说，快点过来看看宝宝捣蛋还是肚子饿了。从家里来到这儿呢，总共用了21分34秒。你带了宝宝这么久啊，宝宝连哭都没哭过，破了之前的记录了。你还说，哎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哦，抱抱抱，抱抱抱，哦，抱抱抱，抱抱抱，哦，乖，抱抱抱，抱抱抱，乖啊，抱抱抱，乖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一抱他，他就不哭了。这个讲方法的嘛，啊，把他竖起来抱，让他可以看到周围的东西，那他就会开心了。宝宝现在啊，好奇心很强啊。早。早，悠悠。高官，我多买了杯咖啡给你。哎呀，哦，你们的宝宝真可爱呀，啊，乖。喂喂喂，叫姐姐。Hello。今天上庭那些案件所有证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案件编号 SKC5387 P1至P4的证物我已经呈上。那证人呢？联络了没有？有没有再确定？不要像上次那样落了。你是检控主任吗？检控主任的职责就是要做好检控的准备功夫，不是帮人买咖啡。知道了，那这杯咖啡我喝吧。国光，你还不带宝宝回去，到时间喝奶了。收到，大人。我老婆说话比较直。没关系啊，她骂我呢也是为我好嘛，不然怎么学东西啊。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我们回家了。哦，这些文件是什么？卡。案件编号 SKC5212，被告周炳荣，被控于本年4月12号在长沙湾道132号违反公众洁净及防止妨扰规例，随地吐痰。被告认不认罪？我当然不认罪了，我很守规矩的。走到下水道那儿吐，这怎么算是随地吐痰？那就是说，周炳荣先生，你承认你在今年的4月12号在长沙湾道的下水道吐痰了？是啊，我是往下水道吐痰。罪名成立，被告初犯。有求情话要说吗？我才不用求情呢。罚款1500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在街上吐痰吐了10几20年都没罪，这次特地吐在下水道里，你反而要告我？罚款2000。法官大人，你这分明是耍我吗？被告，请你小心你的措辞，不然我会加控你藐视法庭。根据香港法律，吐痰是不可以吐在下水道或者垃圾桶里，你可以吐在纸巾上，然后包住，再扔进垃圾桶，明白吗？你刚才明明罚我1500，现在突然又加到2000了。你刚才说你吐了10几20年痰，也就是说你一直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，并且毫无悔意，所以为了加强阻吓力，需要加重罚款，所以罚你2000。还有什么不明白？我还敢说什么？不说了。那就交款吧。被告张阿妹，被控于本年4月9号在土瓜湾海心公园里
违反公众洁净及防止妨扰规例，在公众地方拍打棉被，被告认不认罪？我认罪。法官罚多少钱？你认什么罪？法庭不仅仅是罚钱，是让你知道错在哪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在公众地方晒棉被，下次我不晒了。我告诉你，在香港，只要你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晒棉被是不会犯法的，但是无论任何情况下，你都不可以在公众地方拍打棉被，因为这样会容易扬起尘螨，会传播病菌，影响他人健康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下次我不会再拍棉被了。罪名成立，被告初犯。有求情话要说吗？没有。罚款1000，可以去交款。先生，孩子不能进法庭的。我知道，不过有点东西呢，是交给梁小姐的。就是那位检控主任。你们把法庭当什么地方？听警，带他们出去。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，为什么你的检控资料会在别人手上？ Sorry 啊，我想是我早上在停车场跟你们打招呼的时候落下的。你怎么做检控主任的？你知不知道这些检控资料如果落在辩方律师或者其他人手上，后果有多严重？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。你不应该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应该跟你和所有香港纳税人说对不起。你笑什么？宝宝，这张照片真好玩。对不起，我拜托你有什么好笑的，现在就笑完。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地方，你是一个检控主任，一会儿你问问题的时候想清楚自己说什么，不要再对着我傻笑。知道了。被告葛德云，被控于本年4月15号下午1点，在元朗扁头村88号地下，没有控制或加以控制狗只，引致他人身体受伤，被告认不认罪？不认罪。法官阁下，我呈上控方证物 P1， 就是咬伤人那条狗的照片 ；P2、P3 就是伤者在医院检验报告 ；P4 就是伤者的受伤位置照片。控方有没有证人传召？有，就是伤者李少杰。我是一名邮差。那天我送挂号信到扁头村88号地下，按了门铃就等收信人出来签收，直到一打开门，突然有条大狗从屋里面冲出来了。当时我一害怕，顺手就拿起根棍子，谁知道那狗就扑过来咬住我的右手，我就很痛的大叫了一声喽。请你看看是不是这条狗。是，就是这条狗咬伤我的。法官阁下，我没话问了。葛德云先生，你现在可以问证人。好。你说你到我家门口送信的时候用一根棍子吓我的狗，就是你先激怒我的狗了？不是，法官大人，是他的狗扑过来我才拿起棍子的。他扑过来就是没碰到你，难道我的狗不会突然180度转个身避开呀？更何况他扑到你身上可能是亲你抱你呢，你这么帅也有这种可能啊。法官大人，我的狗很乖的，他绝对不会乱咬人，是他拿着棍子逗我的狗。那你承认你看见你的狗咬他了？法官大人，你不可以这么说，严格来讲就算狗咬人也是自卫咬人呢。被告还有话问证人吗？没了，问完了。主控可以开始问被告。是，法官阁下。葛德云先生，请问这条狗是不是你养的？是。那这条狗属于什么品种？圣班纳狗。案发当日你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？主控，你有没有学过检控技巧？你应该知道不能在同一时间问被告两个问题。对不起，法官阁下。被告，在案发当日你在哪里？家里喽。你在家里干什么呢？在喂我的狗，我的狗最喜欢吃腊肉肠了。我在喂我狗吃东西的时候听到门铃声，一打开门就看见这个人。那当时伤者站在你哪里？站在我哪里？打开门当然站在我前面了，难道在我后面呢？主控，你的问题能不能不要这么无聊啊？可以。谢谢。被告，请你控制一下你的态度，
否则的话，我可以控告你藐视法庭。法官大人，我已经控制得很辛苦了。主控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引导被告回答。是，法官阁下。被告，你说你听到门铃响，你就出去开门，当时你的狗在哪？家里喽。那你出去开门的时候，狗有没有跟你出去？它很机灵，听到声音就有反应。当你和你的狗出去开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拉着你的狗？有。请问你记不记得用左手还是右手？左手。你肯定是左手。我肯定。那请问你有没有尽力拉住狗呢？有。我不相信你可以只用一只左手就拉住一只高105厘米、重180磅的圣班纳狗。法官大人，我说拉得住就拉得住，你又不是我，难道我的狗是你的狗啊？为了更清楚案情，本席决定与被告还有那条狗一起出去做个实验。这么久以来，我只做过一件凶杀案，是带那名犯人回现场案件重演。想不到这次神狗咬人也要做这种事。人家说高官像个定官，非把人定死不可，连狗都不放。高官他是办事认真，我觉得无论审什么案子都要有这种态度才行。能不能叫狗向前冲？一般来说，狗只会听它的主人发号施令。葛德运先生，麻烦你现在叫你的狗像那天一样，把案发的情形再重演一次。重演一次？你不是吧？你当它是什么？它是狗，你当它演员呢？说演就演？你是它主人，应该可以命令它向前冲。向前冲？怎么前冲啊？你冲给我看看，法官大人，它不高兴我也没办法。葛先生，麻烦你过来亲自拉着狗做实验。被告曾经说过，他的狗很喜欢吃这种肠。高官果然有办法。不是吧？出这一招？大块头，一会儿机灵点，别中招，明白吗？大块头，大块头。结果了，你刚才用双手都拉不住这条大狗，案发当日你怎么可能只用左手就拉住它呢？证明你在法庭说谎话。法官大人，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是逼你认罪，是要你知罪。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？你错在没有尽力牵引控制狗。根据香港法例421章23条第二部，动物需受控制，动物饲养人如果没有尽力牵引控制，均属违法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明白明白了。流血了，现在我流血了，救救我吧。书记，叫救护车。是，法官阁下。啊，我们快点啊，有没有纸巾？高官。书记正好，我桌上几份文件不见了，有没有人碰过我东西？啊，对了，不好意思高官，我差点忘了，早上戴官来过，他看你累积了太多的案件，所以他拿到他的房间去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自己的案子我自己跟吗？哎，高官，你不是打算打电话给他吧？我当然找他说清楚了。你不记得了？每天1到5点钟戴官就关电话了。我是戴志雄，现在不方便接听你电话，请你留下口讯，我会尽快回电。宝宝，是不是有话想跟妈妈说啊？最近大人这么辛苦啊，炖点燕窝给他润一润。又到体育课了。
现在首先弯腿，然后用力蹬，蹬。对了，这个是谁呀？妈妈。哦，这样蹬，好了。哎 ，surprise！ 老婆，你不是很晚才回来吗？今天是宝宝半岁，你以为我不记得了？哎，我有礼物送给宝宝。哎呀，宝宝，你看妈妈多疼你啊！快点谢谢妈妈。哎，大人，嗯，我有个 surprise。什么？一说 surprise，surprise 就到了。surprise， 西米，妈咪，妈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女婿订了机票，请我回来庆祝孙子半岁了吗？难道我不回来啊？戴娜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介绍了。Hello。他叫白兰人，是我在上海认识的化妆师。我今天的妆就是他化的，漂不漂亮？啊？哎呀，宝宝在那儿啊，宝宝。你想追我妈吗？是啊，我跟她很聊得来。什么叫聊得来？你好像没听清楚我问你的问题，我是问是还是不是？是吧？那你拍过几次拖？还有你多大了？看你的样子好像比我还小。我觉得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啊。那你能不能担保对我妈咪永远都不变？怎么担保？我想不用签合同吧。我有认识的律师。Sorry， 我突然想起有点事要做，我先走了。白兰人去哪儿？还用问吗？一定是被你老婆吓走啊。妈咪啊，我真的担心你没有看清楚又被人骗了。我跟你爸爸离婚十几年了，我也单身这么久了。拜托你啊，不要把自己藏在以前的阴影里嘛。喂，赖人啊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一辈子都是这样，永远都是被一时的浪漫蒙蔽，老是不会照顾自己。那一时的浪漫，也不是不能代表永恒。嗯，为什么？宝宝睡了。想什么呢？你一想事情就会上来。没事，上来透透风吧。你看看你啊，国光，你不会说谎的。什么事快点说。老婆，你有没有后悔跟我结婚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们也是认识很短时间就结婚了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也是被一时间的激情蒙蔽？所以，拜托你了，我们婚也结了，孩子都生了，还问这种问题？不是，我怕你跟我一起不开心。你有毛病，我跟你说过我不开心吗？其实我们邂逅的那段日子还挺浪漫的。Excuse me, are you okay? 刚才在滑雪场，我把你撞晕了。是你背我来这儿的。Yes. Due to the blizzard, the Wilson has been closed. 粥可以喝了。为什么你能熬粥啊？还有枸杞、龙眼啊。龙眼和枸杞是我妈晒干了让我平时当凉果吃的，想不到这次大派用场。我叫高希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葛国光。果果光，送给你。是什么？这么怪啊。手套了。果果光，果果光。你看什么？你笑起来
真的很漂亮，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Good news. The blizzard has stopped and the gondola already started. You can leave tomorrow. Good night.喝完这杯，明天就要走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见。你真的很美。小心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我在英国旅行时候认识的，他人很好，对人也很细心。回来之后我们一直都有 email 联络。喂，那种男人呢，靠不住的。但是他能给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，我觉得可以跟他在一起。西敏，为什么你在这儿？你不是在英国吗？我回来找你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？我会负责任的，要不我们结婚吧？我真的喜欢你啊！你终于肯开门了。你想跟我结婚是吧？签了这份协议书。哦，婚前协议书，婚后生活，男主内女主外，丈夫要负责家中的一切家务杂物，包括带孩子做饭、洗衣服、洗厕所，真的很苛刻啊！我已经把协议书打了离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有诚意。其实我写那份婚前协议书呢，是想吓走你的。想不到你真的会签。区区一份协议书，怎么难得倒我呢？更何况带孩子是我强项，我妈是围村的有夫人，每个人呢有了小孩子都要让她带一带，所以我经验很丰富啊。那你不觉得这样太委屈你吗？怎么说你当时还是 IT manager， 而且高薪厚职，可是现在要你回家带孩子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很好。现在我每天都可以看见宝宝，又可以做饭给你吃，而且我在这个家庭办公室呢，一样可以工作，可以赚钱。其实我觉得，你肯跟我结婚生孩子，你牺牲最大。你知道就好，生的时候又怕痛，生完之后又怕宝宝不听话。放心吧，宝宝不知道多精灵多可爱，他简直是 super 宝宝。super 宝宝叫我们了。宝宝，宝宝可能渴了。宝宝，宝宝喝水水了哦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叫我妈咪呢？快了。我每天都上班，又很少见他，哪会这么快叫我？谁说你很少见他？他枕头下面永远有你的照片。你今天搞这么多花样，一定有阴谋了。肯定是想哄我回围村吧。老婆你真是太聪明了。老爸说宝宝呢已经半岁了，要回去点灯。不回行不行啊？老婆大人，这是我们的乡历，小孩子一满了半岁呢就要回祠堂里点灯，这样祖先呢就会保佑小孩子快快长大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些人怎么乱停车，把路都堵住了，违法的。大人，围村就是这样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停在旁边，自己走进去，反正前面就是村口了。林谢仔，哎，你回来看老爸。是啊，胡婶，生意好吗？好。今天啊，宝宝点灯啊。是吗？胡婶，一会儿去我家吃饭啊。哥哥。宝贝。宝贝。现在几点了？你还到处乱跑？什么到处跑？老爸特地叫我出来接你们的。要不要这么紧张啊？你以为紧张你呀？是紧张他孙子嫂子。哎，林谢仔回来了。是啊。哎，嫂子，八戒吃饭了没有？吃了，我赶着回去开档啊。一会儿见啊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
什么叫灵蟹仔？灵蟹仔呢，就是聪明孩子的意思。我现在不是灵蟹仔了，他才灵蟹仔。有没有搞错？谁这么没公德心呢？哎，等你们嘛。干嘛？啊，刚回来就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爸爸，这样不合卫生啊！还有香蕉皮扔到宝宝的车了。宝宝想吃香蕉是吧？我看看，嘿嘿，哎呀，宝宝，哎呀，这么胖啊！哈哈哈，宝宝真棒啊！你老婆瘦了吧唧的，我真怕宝宝跟她一样啊。嘿，幸好长得壮，哎，像我，嘿嘿。哎，西米，站着干什么？快点进去拿扫把把地扫干净啊！宝贝啊，快点去乡公所拿扫把把垃圾扫干净。哦。哎呀，这张就是那个什么按摩椅啊。是啊。哎，好漂亮，是外国货啊，舒不舒服啊？哎，舒服啊。哎，震了震了。哎，这椅子是不是很贵啊？老爸，这张按摩椅呢是西敏特地买给你的。哎呀，你儿媳妇真孝顺。童博，你有福气啊。啊，对了对了，西敏说很久没有回围村了，所以买了些礼物呢送给大家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也没什么，也就是些抱身赤足而已。哎呦，啊，西敏啊，这位呢就是村长吗？啊，是。村长啊，你老是咳嗽，这些燕窝呢最适合你滋阴润肺。哦，那谢谢了啊，小小意思。谢谢谢谢。还有八叔公啊，我知道你胃不太好。是啊，这里呢有些花椒很不错，吃了胃很舒服。好东西，宝贝啊，帮大嫂呢把这些礼物分给大家。哎，西敏，马上进厨房准备拜神的食物吧，全村人都在等着呢。是爸爸。这只鸡差不多了，一会儿老爸进来呢就当鸡是你做的。我真不明白，难道不会做饭就不是女人了吗？哎呀，大嫂你别这么说嘛，姐姐就是因为这样被老爸赶出家门的，不像你跟她一样。对了哥，一会儿我喵一声呢你就换位子啊。嗯。哎，想喝什么自己拿啊。喵喵喵喵喵喵。你在这干什么？喵喵的叫什么？我帮二婶找猫嘛。喵。二婶有养猫吗？新秋养的。喵喵喵喵的。怎么样，拜神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差不多了啊，鸡已经蒸好了啊。可以了，关火关火吧。哎呀，你怎么样？毛手毛脚的。哎，好啊，鸡可以了。行不行啊？小心啊！这鸡真的不错啊。什么不错啊？哎，动作快点！哎，客人都在等着呢。是啊，时间到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干什么？切鸡啊！哎呀，切！这鸡不能切，是拜神的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不记得跟西敏说，那鸡是用来拜神的。西敏，宝宝要洗澡点灯了，这儿的事让我来善后吧。那我先出去。什么？真笨。哎呀，吃手指呢。十三公来了，快去侦查。什么十三公啊？十三公呢，是我们围村的点地工，负责分地。他是村长的弟弟，论辈分比老爸高，很了不起的。干杯。十三公。哎，我老婆西敏啊。哦，十三公是你啊？你们认识啊？不但认识，要不是他我也不会撞得鼻子流血。哎，西敏得罪你了，倒赔偿认错吧。哪敢呢，人家是法官大人。哎，法什么官呢、啊、吃么绿豆官。哎，不说的不说的，来吃东西。来吃东西，来吃东西，吃东西。没胃口。十三公没胃口啊，西敏，去盛碗汤给十三公，拿啤酒去，去啊！哎，来吃就行。十三公，你的啤酒和热汤。啊，你不是吧？又热又凉的，叫我怎么喝啊？那你想我怎么样？你想我帮你烫热啤酒还是冰镇汤？哇，那通哥，你儿媳妇牙尖嘴利，法官就是法官，叫我喝热啤酒。十三公真不好意思。哎，西敏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，这样对长辈说话啊？老爸，到时间点灯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及时到了。来来来，
我们继续点灯了啊！来来来，哦，点灯的宝宝彦祖啊，来让我抱抱。喂，十三公，哦，好可爱啊！好，我们去点灯，走。喂喂，点灯了，嗯，西米，你去哪儿？去祠堂啊。大老婆，女人不能进祠堂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儿子能进，我不能？哎，当然不能进了，女人不能进祠堂的。来来来，是啊，你留在这儿洗碗吧。啊，点灯了，走，走走走，进去进去。西米，喂喂，不能进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看着宝宝的。走吧，不能进去。就会健健康康，聪明伶俐，快快长大，事事顺利，多福多寿。好，给你个红包，快快长大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呀？你有病啊！啊，为什么进来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女人不能进祠堂，你不知道吗？真没记性！哎，真是。我刚才听见他说什么宝宝摔在地上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宝宝摔在地上了？我说宝宝的被子摔在地上了。你神经病啊！你不是为了被子冲进来吗？你一百多年我们围村没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今天这个女人不但犯了我们围村的乡规，还破坏了围村的风水，你的罪很大，你知道吗？香港法律哪一章哪一条说女人不能进祠堂？香港法律是没有，但根据乡例第十二条，凡妇女皆不能进入祠堂，以免影响本围村的风水。村长，我背错没有？没错。既然你嫁进我们扁头村，就要遵守我们扁头村的规矩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规矩，规矩，什么守规矩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十三公，西敏他不是有心犯乡例，他只不过紧张宝宝。要不这样吧，罚他斟茶认错。宝贝，哦，茶在这儿，准备茶，茶在这儿。果果，我不是要他认罪，我要他知罪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以后就不会再犯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法官大人？那你认为我错在哪儿？你还敢顶嘴？有错你不认错？你错在你不会做一个女人。我怎么不会做女人？身为一个女人要三从四德，哪三从哪四德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是吗？让我告诉你吧，三从是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就从子，四德妇荣妇言妇德妇功。看你的样子也不知道。这种几百年前的封建制度跟这个时代完全脱节，知道也没意思。哦，你说没意思是吧？好，我就罚你在乡亲父老面前背一百次三从四德给我听。你不背是吧？他不背啊。背背背背啊。糟了糟了糟了，大嫂，宝宝呢？吐奶吐得很厉害，吐得一身都是。啊，宝宝吐奶啊，一定要西敏给他扫背才行。吐奶呢可大可小的，万一呛着那就糟了。别说这么多了，快进去看看宝宝，快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停了。代官什么事？你打给我是不是想告诉我，我不记得关车灯了？你怎么这么大意呀？啊，很累吗？昨天是星期天。我不像有的人下班真的是连电话都关了。嗨，对了，之前那件狗咬人的案子，你是不是去了渔农处那儿？是啊，我做事一向都这么认真，不过我认为有需要我才会这么做。你不是认为我浪费纳税人的公帑吗？你觉得没问题那就行了。不过我觉得你有问题，为什么你拿走我的文件？我是不想积压太多的案子。放心，我不会积压案子的。
我一定能完成。哇，高官真厉害，一天之内审理了几十件案子，真是破了记录了。今天审的都是一些简单程序的案子，他们都是来交定额罚款的。不过快归快，当裁判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。高官做事这么认真，谁敢质疑你啊？我也不想有人质疑我的工作效率，然后静悄悄地拿走我的文件。代官。啊，代官，没吓着你吧？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吓着我呢？你今天处理得很好。谢谢，我认为我每一天都做得不错。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的工作能力。这些文件呢，给你处理。谢谢。嚯，还以为黑脸玩针对呢，原来他这个人也是公事公办啊，特地把文件给你拿过来。哼，他黑脸而已，不是黑心。扁头村非法剧毒。大人呢？围村剧毒，真的是大人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没有。你明知道不能看我的东西吗？我知道，大人。这些事是你们做裁判官的守则，不得与任何人，包括亲人提及有关的案情，也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应酬，以免影响你们公正的判决。我都背熟了。你知道就好了。刚才老爸打给我，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可以问你。我进来，只不过是拿燕窝给你吃。你已经放下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哎，我还有个问题。你还问？如果不够甜，我准备了桂花糖和蜜糖给你。案件编号 SKC 843，四名被告于本年4月23日于元朗扁头村发迹士多非法剧毒。四名被告否认控罪。哎，检举公，什么？老爸，哎，这么晚啊？堵车啊？被告，你们有没有证人传召？有啊，有大人，大人。之前你们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资料。嘿，我们临时传召证人不行吗？是啊，不行吗？是。程序上是不可以的。根据香港法律第336H 第38条。在审讯时有任何证据或证人的一方，必须在审讯前向另一方发出通知书。不过为了可以清楚做出裁决，本席这次特别豁免你们的申请程序，让你们传召证人。多谢法官大人。你们要传召哪位证人？我们要传召扁头村最德高望重的葛德通先生出庭作证。他传召我做证人儿媳妇儿。法官大人，请大家肃静，传召证人。等等，由于这位证人与本席有亲属关系，虽然身为专业裁判官，我相信自己可以剔除这个关系，做出公正的判决。不过在程序上，本席必须知会控辩双方，务必要得到双方同意，我才会继续审理这件案子。主控官，你反不反对？不反对。四位被告，你们反不反对？不反对。被告，你们可以开始发问。哎，图叔，你说句公道话吧，那天我们在那儿干什么？你们做运动了？请你讲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运动。在做防止思觉失调、防止老人痴呆、防止手脚麻痹的打麻将运动。这种运动很有效的，我们村里已经做了几十年了。你看我们老人家个个都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你看我中气十足。证人，请你说回正题。哎，正题就是在做运动，根本没有赌钱，讲钱失感情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讲钱。但是根据刚才控方证人口供，警方在他们身上找到钱。哼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是人身上都有钱了。儿媳妇，难道你上街不带钱吗？那你哪有钱买尿片给宝宝啊？证人，请小心你的措辞。我问你，案发当日就是4月23号下午5:40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家。就是说你不在现场了。没错，5:40我不在士多，但我之前去过发迹，
我看见那个八叔和黎明呢在那儿打麻将，之后我就回家吃饭了。你看见他们打麻将然后走了，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事实之全部。哎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有什么全部不全部的？被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哎，你这么说就是不相信我是吧？法官大人，我们围村人呢，不知道打麻将做运动也是犯法的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经常都打啊，经常都打，可不是吧？整件事已经清楚了。哎，做运动也说是犯法。哎，难道我摸麻将也属于犯法了？证人，请你小心你说的话。哎，我说的事实怕什么？我看黎明的下家在做条子，我叫他不要打条子，我帮他摸了张桶子打出去，嘿，后来还帮他吃糊了，他还请我吃了块饼干。哼，难道我摸过牌你也要抓我？没错，既然你承认你参与过，法庭将会正式起诉。你说什么？你告我？你再说一次。没错，请回去等候排期应讯。你我以为你是他公公会给你面子，居然连你也告了。儿媳妇告公公，大逆不道，简直太离谱了，简直没天理啊。嘿，也不知道我们葛家做错了什么，娶了这种坏女人。哎，那个坏女人出来了。哎，这个世界太离谱了，这简直就不是人呢。告公公的，我也是依法办事，这里是法庭的地方，我希望你们不要乱说话。你这个神经病，吓唬我？我是被吓大的，以为自己是法官可以一手遮天。哼。哎，十三哥你不要这样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还帮着他，你这个神经病居然敢告你公公啊，你不怕被雷劈啊？你们怎么可以在法庭的地方辱骂裁判官？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根据香港的法律，我可以控告你们恐吓裁判官，藐视法庭。我们也是开个玩笑嘛，要不要这么认真呢？我从来都不开玩笑。听警，每个人发一张传票。其实围村的村民说话一向都比较大声，但是他们的话应该没有侮辱或者恐吓的成分。就是喽，我大声不代表没礼貌，但是我亲耳听到您把裁判官叫做神经病。不过既然高希敏裁判官替你们求情，现在你们只要对他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会考虑撤销对你们的传票。真要跟他说对不起？当然。对不起。限于时间的关系，不如我们大家一起说声对不起，就这么算了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对不起喽。说完了走吧。哈，不能走。什么事啊？我刚才看见这位先生没说对不起。你说我？你知道我是他什么人吗？我不管你是他是什么人，这里是法庭，他是这里的裁判官，你们侮辱裁判官就要向他道歉，否则的话我会照样给你们传票，告你们藐视法庭。裁判法院属于司法机构管辖，他聆讯的控罪包括简易程序罪行和可供诉罪行，审理案件的最高刑期是监禁2年和罚款10万元。但是如果同时处理两项或以上的控罪，那最高刑罚呢就可以到监禁3年和罚款500万元了。现时香港总共有8间裁判法院，裁判官的入职条件至少要有5年取得大律师或者律师资格后的专业经验，起薪点大约91000块，而香港的第一位女裁判官就是崔智英律师。